真想打架，痛快，刺激，干啥都不行，就打架比较屌，有信心。规定。对。规定。妈！你到底认识不了吗？你不喊。真做这牛不牛好了，牛好没钱了，你去了。真是啊。你那不管，你吃弄点熟肉给点啊。没有，我吃饱了。别不了，你别吃，爹。他妈是人不？东北人，那东北人有你这样啊？东北人有你这样？你来了跟没来有啥区别？啥事不是我自己一个人？我他妈想让你来能帮我一下，帮了没？你不说狗跟你关系好吗？狗现在丢了你在干嘛？你找了没？爷爷出去20分钟，你在干嘛？狗跟你关系好，你跟狗关系好吗？你只能跟狗玩，狗他妈还把你认个小主人，你能不能爷们儿点？那去哪儿啊？现在就是人民币很什么？其实你还是很棒的，就是脾气有点还是犟的，有点冷，但是你都改过来了，我要看好你，祝你快乐。担心爷爷病情加重，第二天一大早。小哥俩就把爷爷拖上了驴车。你要注意啊，这孙子相当厉害。哪儿？像上面的椎体这些都是增生的。啊？都是增生的。膝关节，你看，这些就是游离体，也是一个增生。严重的时候啊，他这个腰间盘突出啊，或者是椎管狭窄呀、这些，有可能导致这个病人的，生活不能自理啊，读书，鼻子是吃块筋。哎呦，是啊，钱没有点，这都娃娃们不开了。再看钱没有，办不到。你说，这没钱都办不到，那也不开了。你这娃娃那不是，这俺去，爷爷不说，你这不开了，你这娃娃那不是，这俺去，爷爷还不说，不开了，你这娃娃那不是，去。爷爷，谁给的？我妈。项链是过生日时妈妈送给她的礼物。王晨正十分钟来，已经戴了很久。我就当600，就当600啊，行。谢谢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说一下，那你看病要紧吧？坐下。要费手术费117.9万。嗯。